对，东莞菜，你这个网约车上面一个运证，要抓吃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我这个啥子？现在呢，我是停止我的，我停止三个月，如果是的，在运证里的抓起的，还有没得？对。对，抓起的，我正是的，我直播的，我都我去推的。这几个鳖看到没有？他们在这里用手机下单，身上还是血，看到没？他们在这里用手机下单，搞司机过来，无证的直接上去就抓，真他妈黑呀、啊！这狼种，没证还是不要来，真的不要来碰运气。哇，也给这些人撸到了，那就跟前面这台车一样了。啊，砸到稀巴烂前面。